所以呢，如果手上还有押宝券的来宾，请把握时间，把握机会，把家们的票券投入押宝箱当中就可以了。好，等待小猪的同时，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待会小猪遗选通过的关卡。好，首先呢，从对面蓝色再来的起跑点出发。来，那么第一个关卡轮胎障碍，好，在对面的轮胎障碍。那小猪选手吃到不好睡的好，身材都走样了。他们知道没有办法从轮胎中间过去，如果从中间过去，那一定会卡住，一定会出不来的。所以我们选择绕道而行的方式来通过喽。好，来到我们第二个关卡直线冲刺。那直线冲刺呢，就会考验小猪的爆发力。好，爆发比较好的小猪来到第二个关卡，就会往前冲，往前跑，暂时领先。好，第三关卡好汉小山坡，哪只小猪先踏上好汉小山坡，将拥有今天好汉小猪的美名哦。好，再来到第四个关卡，奥利奇奇大水管。这一关比较特别的是，空间只容纳得下一头小猪，所以呢，哪只猪先进来，哪只猪就会先出来喽。这关是相当的关键哦。好，那最后呢，哪只王到了我前方方形木板，我脚踩下方方形木板，就是我们今天的冠军小猪喽。好，那我们视频准备好了，请各位来宾跟我一起倒数三秒钟，比赛就正式开始了。好，来三、二。